如果你觉得太单调，不自己下也可以。我可以给你摆几个有趣的残局，看看你能不能认出这里的战术。好啊。你好像还有不明白的地方。比如呢？除了王以外，价值最高的棋子是他。皇后是整个棋盘上最自由的棋子，可以做任意方向的行动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但她并非不可舍弃，为了得到胜利，每个棋子都要发挥应有的价值。而且，哪怕是最弱小的兵，也有可能成为皇后。你这刚学两三个月，就有野心要来赢我。偶尔的爱好。不过有目标是好的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加油吧。